像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主电必成功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来，咱特工的吼，为了一年拜六吼，阿公过呀，阿都礼拜，阿即马都已经拜一了吼，啊，所以日子咧过足紧的啊。过来呢，啊看，哎哟，即马呢，离咱的这个八月半嘛无介远了吼，啊，所以呢，阿公日子呢，拢是特工呢，随着咱的日贴安尼一工一工消息，都是往前走了，他不会往后退了吼。啊、所以今日呢，身体呐感觉未歹，就出来外口行行咧啦吼。所以讲，一旦行，总是比坐咧佫较好啦吼。小运动一下，对家己的身体嘛有助益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有需要不免客气，出现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给你安排一块尊刀半点禅啦吼，林师兄呢？啊，伊拢会掠一挂袂歹听的吼，那尊道，我们听看看。随尊道然后尊道，咱就收听一段。昨呢，拄好礼拜吼，嘛是咱八月初三日，咱的书名赵君、赵寻，即马当即马拢煮家属啊吼，也是讲用微波炉吼，用电锅然后，较少人像较早吼，咱那个吹过白粽哦，用这个灶架大虾安尼吼。所以咱讲叫做造型，但造型呢有重要不重要？咱讲造型，大家拢知，九天书名东都太元皇定福，为什么叫做定福？定福后边讲造神天尊，安尼咱就知影伊全名。九天书名东都太元皇定福造神天尊，俗称叫赵君。马人讲赵君公，然后庶民真君，九天东都恩主赵王爷，吼、哦，伊个圣诞每年在农历八月初三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讲腊月23暗时呢，伊就是爱升天造书，就是咱讲十二月24啊，咱讲上造神，上造神安尼意思。
南方大部分伫这个腊月二十四日除夕呢，吼、哦，伊就返回这个人间，咱讲二三暗，啊，咱都供上灶神，那咱灶神呢，等于吼这天顶，吼、哦，阿要创啥？既然是灶神，吼、哦，定福。啊，既然定福灶神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咧伫灶卡啦、食饭啦，吼，第一个要惜福啦，吼，爱孝福，该会使食，爱捡来食，未使乌白倒啦，吼，未使乌白倒，吼，这当独呢，吼，啊，咱咧恩主最主要是讲吼，灶文公呢，伊是甲咱定福，看你这人有孝福不？吼，啊，去天顶呢，天顶呢，吼。天庭甲咱造神，讲这家伙呢吼，做神事做真济，阿妈真扣实吼，阿妈对这个物件呢，嘛袂恶别讨济，啊，这个叫定福造神。啊，所以咱造君呢吼，啊，咱既然是管这个阴实的，佮主宰着这个福福生数，咱讲抛毒啦吼，啊，就是咧讲到咱人伫这毒房内底。吼、哦，会讲闲啊话啦吼，都走卡啦吼，较早讲遐少小歌啦，还是讲大唔小进嘛吼，同一个走卡。伫讲话，你都爱做注意吼，因为咱的走魂功呢，吼咱走军，然后拢伫迄个所在，会甲咱束缚，阿妈会甲咱吼，将咱做对甲做唔对，吼、哦、听从上天啦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命行北道，未定东渡。为五术之尊，立这个九灵之道。头先讲赵文公也神格啊，神格啊，专门是咧记录咱人的功过，宽行善恶，造化。吼、哦，啊是讲吼、哦，咱讲适由于水火当中，万民皆来于多用。啊，所以咱讲福啊是好，终归于善恶。啊，所以咱讲赵文公咧吼，伊、哦、嘛是有管着咱人，吼、哦、人间然后素食。吼、哦，咱那如果讲吼，咱想要素食的吉啦，不择天祥啦，靠自节用，有感必通啦，大悲大愿，大成大足，在咱这个本家宿命，太灶神、灶王、吼、哦、夫君啦，吼、哦，元皇定国，护体天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的伊的身价嘛算真悬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咱。甲讲啊，赵文公啦，赵文公家家户户，咱即卖若无赵，咱就无拜，无赵无拜就无代表无赵文公，嘛是同款有啦，伊嘛是会出巡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家家户户啊，大家拢对这个赵文公、赵公呢吼，大家拢真正是拢捌啦，唔是唔捌啦，大家拢捌啦吼。所以恁有这个蒙神啦，有遮神啦，有这个七数的神啦吼。较早咱来讲到这个。封神榜的时阵，有少修神啊，什么神？啊，先我讲少修神啊，也是神。吼、哦，这商朝开始伫民间供奉的，就是周礼以来。吼、哦，咱来讲这个灶神，真罕以前列为吼、哦、咱的五术之一。甲这个蒙神、遮神，吼、哦，甲这个七神呢，吼、哦，哎，拢总是叫做五位神灵共同负责一个家庭的平安。所以讲灶神呢，之所以会当受人敬重，除了讲伊掌管人间的饮食，赐予咱生活上的便利，好、哦，过来就是讲灶神的职责是玉皇上帝派遣到人间考察一个善恶的职务，嘛是等于讲吼权真大啦吼。从、哦、灶神左右随时两侧的吼，按、哦、讲有这个一捧善管，一捧恶管。啊，就是讲吼，啊，有人吼，得、哦、有一本簿啊，一个记善，有一本簿啊，一个记恶的，随时呢吼，拢、哦、会将一家人的行为记录，吼、哦，保存伫这个罐中。啊，就是咧讲吼，记记的拢甲藏伫这个保管内底，然后内底记录啊，保存，吼、哦、啊，等到这个年终的时阵呢，就讲隔年尾啊，腊月二十三，吼、哦，透早。爱造神呢，就会离开人间，向上天、玉皇上帝禀报这个呢吼，一年来所做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施造，或者咱讲吼，爱甲咱的赵君公送一个吼，啊，所以家家户户拢爱送造神呐吼、哦，所以讲历史清纯，大家拢知影讲叫做送造神，啊，所以
咱讲长啦，八月初三就咱赵文公的圣诞啦吼。啊，咱有诶知，有诶唔知啦吼。有诶会用讲啊，甲拜者糖啊饼啊，拜者水果，吼啊，用者青花敬果。啊，那未晓嘛是同款啦吼。嘛未晓就是未晓，因为咱即卖少年人呢吼，你要爱甲讲吼，二三要安怎下灶吼？啊，二五来接神，来接啥？来接咱的灶君啦，接咱灶君。啊，每一个人吼，厝内底吼拢总有啦吼，有咱的这个灶神来给咱庇佑吼，啊，给咱讲好话啦吼。啊，当然是要做好事，人才给咱讲好话。啊，咱若讲一家兴盛啦吼，咱的玉皇大天尊每一年呐，灶君回灶了后，就会给咱祭功，就会给咱祝福。所以呢，咱的灶文公呢，伊的名足长哦。九天东渡，书名太乙元皇定福灶神天尊，他的全名。好，安尼咱就知啊啦吼。咱要奉定福，要用玉帝给咱定福，就需要咱的灶文公，咱有做啦吼。啊，灶文公给咱报起哩，好，给咱上灶。安尼，啊，这拢每年拢有记录的吼，每年拢有记录安尼。安尼，昨呢多礼拜啦吼，今日来报讲咱的这个八月初三，江河书名灶君。哦，啊，大家知影讲啊，八月初三就是咱灶君的圣诞。哦，啊，咱到那无灶，无灶嘛是一个心意啦，吼。啊，那有诶，咱老是有雕灶神、灶文公诶，啊，当然啦，一个心意啦。咱伊无甲咱要求，咱都一定爱安怎。啊，灶文公嘛，毋是讲因为你甲乌洗，就甲你讲好话，啊，是讲你甲拜甲青草，伊就甲你讲好话。伊是好歹照实，吼、哦，你如实，逐工咧生活当中诶，口舌是非种种。伊拢会甲你记录啦吼，所以咱讲造神，伊个权力呢吼，嘛是定福吼，啊，甲咱造神，啊，所以互咱了解一下呢，嘛算袂歹啦吼。因为咱啊，愈知影，咱就也去尊敬，你讲是毋是呢？老子说道，哦，啊是讲吼，咱听咱的千手千眼啦吼，啊是讲听咱的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好听歹听。咱即马拢有足济吼新的歌星啦吼，啊 A 吼啊用一挂较早的这个导曲所改编呢，比较呢吼，互恁听起来感觉不太一样，吼、啊、不太一样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呢？吼啊，就是像咱这个音乐起码嘛拢有创新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来个听一对善缘善缘。听看嘛，也是半点禅其中的一曲哈，叫做《善缘》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叫做《喜结善缘》，啊，这对叫做《善缘》，那个听看麦。几善缘，人来缘去，在人心田。善人一生有好报，好人一生都平安。众生等皆善缘，缘来缘去，在人世间普度众生。到彼岸，当爱一枝人，天地宽。感谢你的善，感恩你的缘，心中有无私的爱，爱就在人间。在爱世间普度众生到彼岸，当爱一切
林必胜讲呢，咱提供的节目，人生的节目啊吼，就敢那咱美莲师姐讲的，逐天拍开收音机，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啊吼，啊有真济咱的同道师兄姐在听咱母娘的这个教化，或者是讲吼，啊咱讲的是一挂简单哦，一个谦卑啦吼，道理大家拢会通讲，但是。咱讲平常是要甲实践啦吼，实践迄个道理吼，伫咱日常生活当中，真的也有一点点困难啦吼。伊拢讲少年人啦好啊吼，较无信诶吼，唔相信诶，也讲话恁老大人啦，逐工都咧拜安尼吼，敢那未熟悉安怎都安怎，其实年轻人他不懂。哦，咱讲拜是一种尊天敬地吼，啊，咱讲友好父母。对咱人的这个心性调整，咱人较袂遐功高傲慢啦吼。人有礼，自然的吼都有福报。为什么？咱讲福报是从哪里来？福报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啦吼，你的言思啊，你就能够招来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跟贵人。什么叫做言思？不是叫你讲提钱啊，是安怎？是你给人一个笑容，给人一个足好的印象。好，咱看起个啊，这个人呢真，吼、哦，咱讲真有礼貌，吼、哦，啊，讲话真顶道，真稳定，吼、哦，很稳重，啊，这就是你平常时的这个形，吼、哦，给人带来好感。那你外貌不是一定都爱帅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爱安装。其实一个人的讲话有规矩，吼、哦，啊，讲话呢，吼、哦，上无啦。会尊重啦吼，啊，看讲是老大人也好啦，也是甲咱平辈人，都互相能够尊重，安尼话啦，啊，这囡仔呢，咱就讲啊，是大人教了真好。古早啦吼，咱即马来讲这古早，讲西楼当中的读书声，古早行仪内底就是讲了西元然后这段，好讲了这段，这算历史有记载的啦吼。在西元前73年，这个尧舜呢做皇帝，但是这个汉宣帝尧舜下诏，讲要阁包养这个汉武帝刘铁，伊文武，伊会使讲是吼文治武功啦吼，意思就讲吼文的嘛治了真好，武的伊嘛是做甲真好了对，所以讲吼希望讲吼这宗庙内底吼阁较提升，吼提升。啊，对这个老铁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这属于规格就对了。好啊，但是呢吼，在这个庙内底面吼，咱讲要提升规格，必然要群臣愿意嘛吼。啊，所以这个老孙呢，要褒奖，啊，等等这个汉武帝老铁。啊，但是要经过文武百官，讲要安怎个升格？好，在这个宗庙内底要安怎个提升规格？君臣恩义啦吼，啊！但是呢，都有人一出这个教师的时阵呢，都有人呢吼啊提出来讲啊吼，这个忠臣少妇夏侯胜呢提出了无同款的意见啦吼。伊讲这汉武帝虽然有功，但是较早嘛是有过啊吼，所以讲这个庙呢吼不应升格就对了，群臣拢讲出教书吼。意思就无大家拢通过啊，只是大家唔敢讲啊，这个啥啊，这个吼忠臣少妇夏侯胜呢，伊这个人是较忠直啦。伊讲吼，无迄个讲吼，汉武帝吼刘铁，伊呢文治武功吼，认为这事要提升伊的规格。问题就是每一个王呢，还是每一个皇帝在朝的时阵，有功嘛是有过啊。吼、哦，无法度做一个完人，完人就是十全十美的人，所以就提出来，吼、哦，提出来抗议了，就讲这个教书不可用。语一出口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人就安尼讲啊，人讲吼、哦，啊，你真正唔惊死呢，吼、哦，你唔惊老神这个皇帝呢，吼、哦，甲你掠来斩头啦。伊讲我既然已经吼、哦、反对啊，我就无后悔啊。这个夏侯胜呢，一样不同意诏书。吼、哦，这个丞相吴霸呢，吼、哦，甲这个汉宣帝呢，吼、哦，安尼两个意思就是讲哦，伊嘛是同款啦，吼、
咱有诶讲富裕啦，富裕就是咧讲啊，我嘛举手就对，即个宰相黄爸嘛同款赞同即个夏侯生诶意见啦。伊讲吼，汉武帝呢吼，较早伊咧做诶，无一定逐条拢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你为着要甲先规格吼，伫诶即个宗庙内底要甲先规格吼，伊认为安尼无啥适当啊。即马一个反对啊！即马换宰相呢，黄霸伊嘛同款举手反，附议反对。这个汉宣帝呢，真生气呢，都将因两个安怎，甲关死了，关死了就准备就要甲砍头啊嘞，好准备要甲掠去台啊。但这夏侯生是一代名儒呢，尤其伊是精通这个尚书，一生虽然辛苦关伫内底吼，伊并不身为异能呢。伊呢，伫伊内底甲黄霸早就仰慕，吼、哦，意思就讲吼，这个黄霸呢仰慕这个夏侯生的才学，如今两个人独自呢相处，关伫个家牢内底呢，这个黄霸呢要拜这个夏侯生呢为师啦，吼、哦，要拜这个夏侯生为师。啊，这个夏侯生有淡薄啊无理解嘞，伊讲，咱两个拢都要死啊，呢吼，说不定明天就叫人来吼斩头啊！你拜我为师，你阁会当学到啥物呢？好，这黄霸就讲啊，伊讲孔子有言啊，表文多，色素可以，所以我会当甲老师学习一工，好，就得一工的知识啊！啊，咱袂当白白等死啊！啊，所以讲这个夏侯生呢，顺感其成啊！伊感觉讲哇，这个黄霸呢拜师心切，啊嘛拜师这个真正的真心啦。两个就伫咧这个寺楼内底面吼，啊就安尼日夜论啦，吼、哦、日夜就开始一直讲。啊，这个黄霸呢吼、哦、得到这个老师呢吼，改讲足济啦吼，啊改教足济。这黄霸专心呢吼、哦、来听讲，每一讲的收获呢吼、哦，真正是吼。哦两个人煞未记得讲伊吼，当时也去用两个针头迄种恐惧完全没有，在死牢当中呢吼，伫死牢当中呢，同款呢吼，逐天有讲有笑，吼师徒天天过得很快乐，逐天拢开怀大笑，哎，竟然未记得生死之事，啊，在死牢这个恶准呢吼，看修工，嗯，啊，这两个嘛咧读个歹歹。即唔知当时皇帝下诏书，就伫要掠去斩头啊！啊，逐工都伫内底有讲有笑呢，啊，佫伫迄个所在咧吟诗作对就对啦。伊感觉真奇怪，搞不懂这两个连生命都朝夕不保的人，怎么会如此高兴、啊？吼！所以讲，伫这个西元前七十年的时阵，关东四十九郡大地动呢，吼，死亡六千几个人。这汉宣帝以为是天降天改。大赦天下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都放这个夏侯生甲黄霸出狱。其实吼、哦，伊是甲关咧啦，伊嘛知影讲这个宰相真好，这个、夏侯生呢，嘛是算雕中呢，是一个儒生。这呢，甲吓惊啊！你既然吼、哦，我要甲阮意思，这个老孙呢，要甲这个老铁，这个皇帝当然是伊的老爸嘛，要甲老爸升级，吼、哦，要伫这个吼宗庙内底诶。祭祀的规格要甲升级，恁两个竟然甲我举手反对，无甲你抓关咧，关咧大牢吼。当时要甲你抬死我的权利，啊，就甲你关咧。结果人因两个吼，伫内底杀一个吼、哦，拜这个夏侯生咧吼，啊来学一挂吼、哦，这个互人讲儒学哦，啊伫内底，逐工就吟诗作对安尼，欢欢喜喜安尼在过日子啦。伫死牢中咧，并无恐惧讲他家的判决。啊！但是个关到尾啊，就变成讲吼，伫这个吼、哦、大地震的时阵，死亡吓尼啊侪人。这汉宣帝以为讲是天降吼处罚，吼、哦、啊大赦天下啊，所以讲大赦天下，这个夏侯生嘛，下有丢黄霸嘛，下有丢啊。啊，两个拢出狱了后呢，哇！这个夏侯生呢吼，才做愈大。好、哦、叫做干大夫，佫比以前佫较大。黄霸叫做好，佫、哦、升官了，对，佫两个拢佫升官。啊，所以这夏侯生呢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博学多才啦，吼、哦，佫谦逊，吼、哦，
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人吼，伫这世间吼，不一定讲吼，去用拍落去死路吼。啊，两个人啊，志同道合，伫死路内底几啊年的时间，颠倒呢吼，逐工呢拢有。在路中呢，的读书的声音，和外口的人呢，感觉心神呐。讲这两个在路内对面，也无感觉伊是喜欢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嗯，把精力力，吼、哦，精力低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因为想要讲这嗯，把伊的这么精力这个力低呢，是因为在这大路当中呢，去得到伊的文书呢，下修行呢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是破学。多才的人刷落去呢，佫是一个性，会使讲是儒性，吼、哦，真出名的一个人。啊，所以伊伫感觉内底吼，两个观智慧所得到的这个精华，来帮助这个老孙来治国，吼、哦，信服，吼、哦，啊，足侪人个都对。啊，既然这个黄八精力低了后的官拜这个圣上呢，吼、哦，伫这个汉朝建立了吼、哦，咱讲治理百姓。吼，以霸为首，就是讲五霸，伊啊，伊这个立地呢，会使讲地较非常的好了吼。所以这夏侯成甲这个五霸心境相得，虽然是沦落到这个死囚啦，啊，但是伊嘛抓紧时间呢做学问，难怪后来拢成为这个社稷的重臣了吼。未像咱人讲啊，拄到什么代志的时阵哦，啊，咱家己就安怎？第一。儒学内底面，那哪有这种人？所以讲历史呢，都该留一笔的吼，把它这么好的历史留下来。一说咱人呢，只要要一口气好喘，无一定会转机啊吼。一家你两台，别家你两台拢无要紧啦，反正你的学问，然后该留伫你的不识人内底，这世人用无着，来生嘛也用会着。啊，所以咱平常时咱讲爱灌咱家己的知识。加淡薄啊知识，会讲我一天嘛无要紧啊。吼、哦，我拜你为师，你教我啥物，我只要加一天的时间，我都加一天的知识。人讲好学的人吼，唔惊死啊，啊死嘛无要紧啊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会个这个历史典故留落来，啊留落来人间，但总是有伊的好处啦，吼、哦。嘛是咧提供咱讲，咱人呢，伫这日头。咱看会到的时阵，每一天呢吼，唔茫浪费生命。每一天呢，要把生命哦用在啊很适当的地方呢吼。啊，你要付出啊，好要做啊，好要创啥好，唔通呢吼浪费时光呢吼，浪费白白浪费时间。啊，咱呢一无所得啦。啊，咱肉体下不了后，啥物嘛无。啊，咱即马还佫有一口气，一旦做，咱就加减做。啊，咱会当听就加减听，咱的知识吼，嘛、哦、是爱对古仔吼，咱讲历史典故，安尼一寸一寸，甲咱那，互咱呢吼，有一个机会啦吼、哦，去听到古早人吼、哦，像讲汉朝的时代吼、哦，啊，拄到这老人，啊，咱今日去听听，咱虽然年代无同款啦，上无啦，咱要灌输的正能量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咱讲。人毕竟这口气啊，这口气要得咧，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事，尤其是吼，咱讲一旦圆满咱家己这世人的代志，一旦圆满咱家己，啊，买当圆满别人，啊，这嘛是吼，咱讲因缘呐，是因缘聚会，咱家当大家来做会，啊，空中做会这个因缘，没想来讲古早代志，吼，咱听了吼，啊，咱有时啊呢，加减嘛罔听，啊，这嘛是一种啥？静中一点啊知识啦吼，啊，这是以前的故事，不是故事，而是实在的代志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咱总是爱有一挂吼啊因缘，啊，拄好听到节目，你就听到，嗯，这段敢那袂歹，取喜自己啦吼，唔通放弃，咱即嘛嘛袂使甲咱家己呢放弃，好，咱呢食甲老，学甲老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来，咱就来收听这对五秒音声人心团。
就听一个五秒音声人心团，所以必须说呢，我们共聚是分管大悲乡三吉川中壁十六至五十二号，我们若是说一波时两点半有要问书，然后我们一三五我们就是接意，或者是说我们二四六日我们新生老路加班书就是二四六日，然后我们若是有需要服务，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破品还没回来载，我们要回来载破品，我们就回来载载的，这样比较人说轻轻的载载回来，如果是要走你跟我们说，我们也跟你走，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说分享，我们若是顺下书记，我们然后来供的，就顺续把破片再等。你若讲你要把这个破片呢放伫供的，互咱供的做运用，就是讲第二次的慈悲啦吼，去做迄个啥，做低收入户的发放，还是讲吼咱的这个残障教养院啦吼，还是孤儿院的发放。阮到尾啊吼，两礼拜后，还是第三礼拜，阮就开始会分类啦吼，分类，等分呢吼，该上队咱该吼。给减哦，给分享第二次慈悲，咱对
啊，去甲这工课做完满安尼，真的非常感恩啊！咱的孙阿叔这有真济人拢讲，互恁处理得，互恁处理得好啊！吼，啊，咱姜的嘛是同款啦吼，会豆豆啊分发啦吼，因为大家吼铺足济，啊，你即马一下要甲送去，伊嘛食袂起啊吼，啊，就慢慢的吼，啊，咱那是有当来载，吼，啊，是讲咱厝边隔壁有较需要的。你买单，甲服务人员讲，我加载两份啊，等下吼，和咱的这个啥厝边隔壁吼啊，咱拄到有需要的啊，也可以啦吼，用这样的分享方式啦吼。凡是拢总是要做主笔的都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是用，咱讲一行吼，互相吼关怀啦吼，这样互相关怀的心态安尼，把能吃的东西分享啦吼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咱讲吼，人老啊，会当创啥？咱每一工唔知影讲为虾米咱忙碌啦吼，啊，咱看咧镜内底吼，佮看到咱家己个白头毛咧吼。我们日子经过吼啊，很多的时间洗礼然后啊，忽然间发现，生活依然是老样子，但是我们的脸呢吼，身体啦就。慢慢的在变化慢慢的变化，当以前那个少年的容颜没去啊，不知不觉已经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啊，所以说啊，老啊啦，老啊，老啊，不是爱人老呢，长我们玉清宫吼，这位书记啊吼，我看吼，伊那就七十外岁啊吼，但是呢吼，伊咧奋退吼打架，我是同款呢吼，真自在呢，我讲。真的能动还是要动啊齁。所以说从年轻的时候对不捌甲捌啊，咱即马已经成熟到老齁，唔知经过偌济坎坷的路途啊，啊嘛见识了足济人情的冷暖啊，走到一定的年纪啊，走过一路的风雨，咱拢渐渐明白啊齁，渐渐明白啊，原来就是安尼。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要行的路，有各种难关爱闯，有很多难关要过，有没有谁真正都过轻松？咁多一个大家拢过了轻松嘛？嘛无啦吼。往往呢，年纪呐愈济，啊，咱承担的责任，有个人哦，少年人放互老的咧担嘛有啦吼。啊，咱年岁愈济，啊，咱呐如果讲吼，咱的囡仔呐无将子，换老大人呢，得替咱的囝咧管。的管孙啊，还是娶孙哦，啊，这是很累的事啊，吼。但是呢，吼，甲即马，咱甲即马还阁有选择的机会。你要选择什么？选择放下，还是要选择做？啊，来看你家己啊，吼。那么身为厝内底依靠，所有的这艰辛苦涩，吼，遐就讲吼，啊，咱这个在聚会啊，吼，啊，还阁咧吼，还阁无法度放下，啊，你即马。要开始安怎？要开始专念，然后开始专念。有能力，啊，会当做，咱就甲做。好，啊，那真正无个能力，咱嘛莫勉强咱家己啊吼。我们要开始，好，把老人的生活转换一下。好，咱开始呢，甲这个生活小可改变一下。因为咱袂当讲吼，所有代志拢老的来担啦，啊，好少年的安尼真快活。啊！咱少年人才越来越无责任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困难伫咧啦吼。咱当时吼要安怎去转念，来看咱食济回来啊吼，会啊学习安怎该放的就放啦吼。啊，若无咱食老，咱会感觉咱足唔值的啦吼。一路这么艰辛，到现在清清楚楚自己的年纪的时候吼，咱嘛渐渐知影讲吼，这双脚吼。哪行哪叮当啊吼！啊，这双脚哪行哪无力啊吼！这双脚哪行哪无法度的时阵，我们能走了就走好吼、哦，把老年的生活渐渐的改变，你才能够放轻松了吼。要那无你就无法度放轻松。人活嘞，只是过好咱家己才有机会获得幸福。啊，要哪幸福？咱发现咱这么年岁有啊吼。啊，咱免慌张了吼，咱爱用一粒善待家己的心，享受余生每一个时刻，拢莫甲
当作是压力，啊，嘛莫甲当作是负担啦吼。生，人讲人生苦短，有时阵呢吼，咱趁着即卖还阁会当的时阵呐，好好啊吼去过，好好啊过。该哪里能走，我们就去走一走啦吼。所以唔好讲，互家庭这个枷锁绑掉了安尼，啊嘛唔通互这囡仔细吼啊依赖伤久啦吼。咱老大人啦，如果讲还阁有淡薄啊，吼淡薄资粮。让他们依靠，但是也不可以吼担太久了吼。你个担当伤久，囡仔呢哪来哪能吃？哪来哪能吃？囡仔都哪来哪啥？哪依靠老大人，安尼都唔好了吼。是咱要依靠囝，啊，咱即马煞换囝拢咧依靠老大人。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困难，拢拼拼转来，互四大人。安尼，咱做四大人诶吼。等到有一段时间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老了。力不从心呐、啊、吼，根本你要甲囡仔男生虽然一世人，那无可能的代志呀吼。既然呐、啊，咱担心，但是咱又搁袂当安怎，咱搁袂当放弃的时阵，那咱都无属于自己想要做、想要做的路、想要走的事啊吼。你想要做的事、想要走的路，拢总去予囡仔绑你啊，还是去予孙啊绑你啊？啊，迄个时阵你会感觉。啊，这个人生呢，活到今麦来，只有是安尼尔，所以要放下才能自在啦吼。放下才会当自在，你若不放下都袂自在。所以咱常讲吼，人想开啊，因为咱想开啊，咱会将过去这种种的吼，能够放下的，你已经放下了。趁着时光还在的时候，好好爱自己啦吼，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好，阿妈唔通一直委屈咱家己。既然开心难过都是过，那就简单轻松的过，别让生活的苦啦吼淹没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咱将来呢吼来不及认真，吼、啊、就已经老了，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啦吼，放下就会自在。所以吼，咱讲即马病变吼，全白头毛啊，啊，咱咧行路嘛，无像以前遐尼紧啦吼，行久脚头嘛会软，会酸软啊。迄个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咱的体力哪来哪无啊。啊，要安怎好咱呢？吼，体力会较好。当然啦，身躯的重担就是心啦。即、這个心啦，放会开，就敢那袂输千斤重担放会下，安尼同款。心灵，我恁常咧讲心灵的超越。比你的担要搁较好，然后，所以能够放下，咱会当放偌济，你就轻松偌济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咱即马农历的九月初一，就是咱福利传道第八届的福利传道，然后啊，咱伫慈天毕生宫来办吼、哦，这个第八届中华道教总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伫咱慈天毕生宫呢，这一次的第八届哦，咱的传道大会，啊，咱阿袂参加，吼、哦，咱伫这个农历的九月初一，啊，但是咱杂志的日子就是咱的。国历的九月十五号以前，然后，咱要做这个福利传道，就讲做纯正的吼入道，吼做教徒，啊，就是讲道教徒，啊，咱今日是有咧行宫啦，吼，有咧办事啦，吼，啊，是讲咱是咧，咱有挂宫主啦，啊，本身咱有咧上经啦，吼，啊，是讲咱本身都有咧做这个机体啦，啊，咱都也够有这个，哦，咱讲。伫宫内底面，还阁有这个职务，吼啊，是讲平常时啊，咱无一定爱伫宫诶，吼、哦，咱要做纯粹的道教徒，就是讲，咱有拜母娘、拜道祖啊，吼、哦，拜天公啊，这拢是啦，拜三界公啦、啊，这拢是属道教徒啊。咱讲有咧家乡敬神呢，啊，咱要做道教徒，咱经过传道、传道皈依。佛教嘛是有皈依，道教嘛是有办这个皈依啊，所以这个咱农历的九月初一，哦，啊，咱就是办这个道教的皈依啦，吼、哦，过来就讲咱要造这个，要造文字的，造武字的，哦，这宫底呀，吼、哦，那是讲咱宫内底面哎呀，够唔办的吼，甲咱的家己的信徒，还是甲咱家己的这个啊
公务人员，然后伫内底将来咧服务的这些公务人员，好做这个福利传道，咱拢会当报名吼。咱伫这个国历的九月十五进前都爱报，好，按那九月十五以后，咱就是都教会也甲恁讲吼，咱上万报啦吼，因内底资料爱真济啦吼，唔只是讲你要先走的，要走一个爱甲你旧的，诶，这个啥？哦，你的职定，可比讲你造一片、二片、三片的吼，你造什么都讲，还是造吼啊？咱什么款的职务，这里这拢爱应应，然后应应过来了后，你要先造第几级的，吼、哦，还是讲第几片的，吼、哦，这呢内底拢总有啦吼、哦，一定爱有好人作业的十几天的作业时间，要多教会吼，这个作业时间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提早报名吼，提早报名。啊，咱若要报名吼，上好是来姜伊啦吼，来姜个报名，就是第一人咱的头位吼，咱要爱这个庄子金哦，啊，一定爱这点无啊，你爱头位爱小牛者，才知影讲你到底爱偌大。好，过来就是银瓦，银瓦嘛是爱小知影讲你到底穿偌大。啊，衫裤差不多是 L 啊，上 L 的，还是讲吼 XL 的，伊即有即度服啊，所以讲上好是来讲的吼，报名兼量者，安尼比较吼，都较会较好处理啦吼。咱九月一号国历吼是咱的九月二八啦吼，啊，咱也是国咱的农历是九月初一，吼，咱的农历的九月初一多礼拜日啦吼，礼拜日。咱若要参加传道的，咱直接吼、哦、来报名，来慈天必生宫报名。吼、哦、啊，咱甲这个度地，你原本都已经有初度过啊，啊要走一个要先走，你也甲度地提过来啦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咱九月一号农历的九月一号，这个传道信息，去甲咱讲一下啦吼。哦讲人较早吼，头壳拢未歹啦吼，有甲做这个诗哦，叫做解脱，人讲解脱解脱歌，讲春夏秋冬循环行，自然规律难逆转呐。人生在世识真理，若有大厦故变金呐。身躯气灵中存在，万物良友随。精济啦吼，一种万物良药吼，难取整啊，难济整。其心正实殊贤困，修行保养最要紧啊。克勤克俭勤持家，起居饮食爱动心，多读经典明真理，实践愈济阅历深。世间因何知多少？看透名利有机人呐、啊，讲对名着利未核心，一时足成千古恨呐。讲荣华富贵黄粱梦，来也空空去也空了、啊、吼。金银财宝拢是空，修为儿孙可占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必为他做买牛？人生多愿修学。人生多愿受养学，减少烦恼延寿命啦。深山清幽空气新，静心保养超百岁。中病在床千年苦，讲生老病死难度过。秋高寒冬孤孝老，亲友凋零无法生。一生行善多积德，洒手洗归无遗憾。人过千载终须了，各自各用一念心呐、啊、吼。这就是在讲到咱人爱解脱，为什么要解脱？这吼、哦，伫咱慈天必生宫吼，啊，你也去三楼啦吼，去三楼你就看到吼，啊，咱的靠天吃饭吼，靠天吃饭，吼靠天吃饭，这张图内底吼真有意思啊吼，真有意思。啊，咱哦去三楼吼。啊，你就甲看，真正
写了真正好。吼、哦，古早讲讲信步行将平天赋，吼、哦，过金大小，吼、哦，咱讲大福大家小福拢同款啦，啥物人拢爱靠天食饭。冥冥之间呢，当中有定数的咧。只要咱安安分分，吼、哦，顺利去，顺利去甲做，吼、哦，安安安安分分呐，吼、哦，去甲做，安尼呢，自然呐，吼、哦，咱讲一饭，吼、哦，一糜啦，当中是爱靠天数的，然、哦、后靠天数的，所以一生当中是啥，当中是命安排的，咱免安怎求啦，因为吼、哦，人来到这世间。本来就是安尼，所以咱讲人要做天在看，啊人在做天在看，啊靠天食饭呢，这个度呢吼，你若个翕长的时阵吼，啊久久啊你个摕起来看看咧，因即卖手机啊吼，足方便的啦吼，足方便的。啊咱若有来到这个三楼，哦，伫咱的五路财神边啊遮，壁道遮，有咱的母娘的转灵经，啊个翕长去，用都个念，用都个念。念母娘的转念经，有的人讲我要念一部定慧解脱真经，啊，我都要念足久。啊，你甲母娘的转念经来对面，甲母娘要教育的，啊，你甲藏在心肝底，不管是都听我甲转，爱甲转，安尼甲转，叫做母娘的转念经，伊短短啊，啊，但是伊的精华都在里面了吼，伊的八宝啊，甲伊的这个啥宽和坚韧，啊，咱来甲吸登，啊，咱都加减啊甲念了吼。人讲六十分钟呢，讲讲讲，啊，就过啊吼。啊，所以咱有需要香香款速茶、贡麦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啊，是出人必胜讲呢吼。啊，咱有一挂道亲呐，也唔捌来过吼、啊。有咧听节目啦，但是也讲唔捌来出人必胜讲行过吼，也唔捌来结缘呢。那么欢迎咱的道亲啦吼，电话甲拍吼，啊来问啊，安怎行较方便？也是吼，咱即嘛吼讲台湾全省 Google 上方便。啊！你讲慈天必生功，必就是必须要的必，生命的生，慈天必生功。啊，谷歌对跟你讲安怎行，伊就跟你带。啊，咱若要来讲结缘呐，欢迎咱的道亲呐吼来慈天必生功结善缘。人讲人结人缘心嘛，结心缘呐吼。啊，伫这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。咱期待着明仔载喜结善缘，咱再个空中讲结善缘，再见，拜拜。